谢谢你第二次给我们机会能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科丁联盟在做些什么。谢谢。我们科丁联盟是非常的小朋友哈，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城市语言学习太慢，是哦，我想您可能也是很早自己学嘛，是我八岁，对，所以我们现在是说108课纲对我们来讲是很失望的一个，对我们对城市语言教育来讲，其他的我不评，我理解，它是一个变成一个低标了，对，所以变成没有，所以那我所以我们联盟，我是退休人士。啊，这个是国小老师退休人士，他是大学教授，他现在是那个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啊，所以我们一群人为说，哎，台湾的这个语言教育，城市语言教育怎么办？对，主要在小学阶段嘛。对，如果说你到大学已经有人教这个，我不管。对啊，大学现在一半的学生都要修城市。对对对，这个不管。但是如果小学，学语言跟我们讲话一样，越小学越好。理解。对不对？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法。那一开始我们是想说，好，我们就训练一些人，而且我觉得教程式员教小朋友不需要专家，确实，对不对？因为他自学，你就要把他带进去，有点像乐高积木一样，对不对？就把他带进去，你发他的兴趣，对对对。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培训了很多，像那个老教授帮我们培训一些教练，我们对学校老师也做这些事情，所以那种教练。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培训的教练一开始我们是差不多四年前开始的，培训的教练没地方去，没有人要用他，所以我们开始就捐了很多钱呢，到每一个小学去开，开课程初级班，这是第八节课吗？社团也不是第八节，就一个礼拜只用一次，因为电脑用一次一个两个小时。不过你对108课纲这个有另外一部分啊，就是它可以学校把它拿来当做校本课程嘛。对，这个我等一下再补充。Okay，因为后来因为这个一开始就是说用社团的方式，是那这个社团的方式我们就是有24堂课，我们就一去一个学校，就是但是只能30-40个孩子，因为电脑教室就那么大，就是一个学校，所以我们这样子去过了1000个，我们已经开了1000个班，了解。这个暑假大概还有40个班在台湾，有的都是免费为主，但我们募款募很辛苦。然后发现，所以这边就他主要都只执行很多，对，补充一下，我们在教些什么。我大部分在苗栗。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偏远的，我们给我们的老师400块1个小时。然后交通150，结果老师开2个钟头去，再开2个钟头回来去上课，所以他那个钱根本不够他的。很有热情，对，就很有热情在做这个事情。像他一开都开好远的，所以，但是我们也没那么多钱了，我们也只能很有限的补助这样。那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说，108课纲出来以后，我们发现你刚刚讲的跨领域学习，对啊，科学素养，还有什么东西？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个题目是。认识音符，一个小朋友哈，我一个小朋友写了一个东西，认识音符他怎么写呢？他就下面我们猴子接香蕉的游戏，他把下面呢弄成 random 出来的一个音符，了解，然后掉下来要接比他小的啊，你看一个小朋友很棒，啊，所以这是音乐课呢，对，还是程式语言课？都是啊，这叫素养融入教育。对，所以我们我等一下告诉我们编的教材是包括这些东西啊，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说，光是这样子，我们去的目的是希望学校将来能接手。对，我们去一个学校去一次，不去第二次，就发现很多学校要接手不容易，所以后来我们才弄了一个叫科丁小学。对，科丁小学的意思是，我们从1年级到6年级，你的正常课，都得给我开科丁 coding 的课。了解，你愿意这样干，学校排得出老师，时间，你碰到困难，师资有问题，教材有问题。啊，这两个我解决。你校长要决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108开始，现在有34个小学，就是去说服他们的科发会，他们的学校的学校科，对对，对，那学校愿意就可以了。对，因为教育局无所谓嘛。对，当然不，这就是108课纲的精神。对对对，他其实不禁止你开课，对对对，他是开在哪里要科发会决定。那我们讲，那109这个学期有85个，太好了。85个呢，就我发现有3万多个孩子。所以，这样的成本是最便宜。如果说学校老师自己教，当然我就不要，我们就不需要给他这样才能永续。那教材我们
我们来提供，免费提供，然后这样做起来，85个学校，所以这是我们在这边给我们送的书哈，所以这谢谢，这个是，例如说我们分做三个等级哈，是，你可以看到哈，不插电，对，一二年级这个是不插电的课本 ，OK， 啊，小孩子那是把它像游戏，玩游戏的课本啊，不插电的课本，然后第二个就教 Scratch， 这一本就是在教 Scratch 的书，然后呢，五六年级我们做什么？我们叫做 Scratch Plus， 你拿 Scratch 的代码，第一个你学语言是一种学，大部分都用游戏来学语言，那 Scratch 要干什么？我们刚刚讲那个小朋友认识音符那个，就拿 Scratch 来教音乐，对啊，它结合所有的，对，所以这个叫 Scratch Plus。所以这本书也是我们下学期要发的嘛，对，融入教学就是讲融，因为我们对一般融入教学，这个就是就是用 Scratch 来学打字，因为我们就写程式，到最后还是避免不了要用那个英文来学嘛，可是如果你打字太慢的话，我这键盘还是大意输入法，这是我用的输入法，所以很熟悉 ，OK， 所以这本书呢是示范你怎么写这个程式，第二拿着程式以后你可以学英文，可以学打字干什么，所以这是个融入英语教学的，这个就是新课纲的精神，对，那我们已经编出来了，这个下学期要发了，是，这非常好，所以这个是我们109月份要送给送给这个总共有这些书要送，是啊，总有31000多个孩子要送，书大概40000多册，因为这个是2本的册，理解理解啊，所以这个是你看这个是 HOC， 我们让开始孩子去玩 HOC 啊，因为第一个就不要去玩 Scratch， 第一个玩 HOC 好玩嘛，所以我们3年上学期我们要的是，这本书还没印出来，理解啊，这个就是 Scratch 的那 HOC， 让3年级上学期的。那4年级的话，这本是我们有一本是，有一本我这里有，我们有一本是，这个是很感动人的，就是一个学校，我们去第一次以后，他们家长还有学校认为应该继续学，所以他们就自己集资，我们教练继续教，教了2年以后，他学校不到100个孩子，是吗？那这里有9个孩子，写的作品，他愿意自己，他们觉得很骄傲，把它编成书。那我们说啊，你既然编成书，那作品集我愿意买他的书送给其他的小朋友看啊，所以这个是所以让大家不用从头开始啊，对，有些就小朋友可以学习人家的例子，而且混搭嘛，而且说我小朋友可以出书了，对啊，这个是鼓励，很有成就感，鼓励啊，然后给别人效法，那当然这本是因为我们这本是给，因为我们去年送过这一本了，给34个小学，所以那34个小学4年级人，我们会送这一本。对啊，那另外不是34个小学新加入，我们送这一本。所以4年级有2本。5年级就是这一本。那5年级下学期是数学，我们现在融入是英文。对，那下学期融入的是数学。了解。那这个是就是跨领域的，就是跨领域的，就是说我们做的。有一个 PK 赛哈，你刚讲包含音乐是不是？对，包含音乐。我们的 PK 赛这样，我们有语言、艺术、体育，我们有出7种不同领域的题目，数学什么的，7个不同领域题目。然后小孩子环保的很少，然后小朋友呢来后抽签，你的学校派7个，他的学校派7个，然后你是数学的，你是哪个领域先固定好，老师都来没关系，抽完签老师跟他解题，就开始解完题老师走，他就开始写，所以我们写完了就开始，你是数学的跟数学的，我们两个比赛，我们比的是创意，就看哪好玩，对，哪好玩创意，所以那个音乐那个就是这样跑比出来的，哇，我看到这很棒啊，很棒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把好的例子呢放在这本书上面，了不起。那准备要给6年级的这个孩子学习啊，让他们能够拿 Scratch 来干什么？那启发他们解决不同的问题啊。然后6年级下学期，我那本现在在编，我们要用 APP 里面的，就是说让他开始把他的东西转成 APP， 能够上到这个手机里面去。
所以我们把一年级到六年级所有的课程都捋了一次，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准备推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客厅小学。所以这些都是我刚开始一位陈继柱老师，其中一部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几位老师，好几位老师。那陈玉老师编这个又是不同的人编的，这个书是 Scratch 是他编的，了解。H O G 也不是他编，所以有不同的老师来编。那最近我们就发展了一个东西叫做客厅学堂，就是我们也发现学校教了以后能上课一两个钟头，一个礼拜，了不起了，有兴趣还是怎么办？对啊，一下了课电脑教室关了，网吧的概念来了，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孩子可以去写程式，然后又不用花钱，有电脑教室？有道理，那这个东西因为政府有什么 CDC 什么那个都几乎都没有在用啊，DOC 对，DOC 还是什么东西的 DOC 那个因为它目标是老年人嘛，对，客群不一样，对，可不可以老年人这个动力就，如果小朋友的动力就有些小朋友他家里会有平板，对，用平板就可以做了，对，我们是希望因为所以到最后平板不太顺利，还是要打字比较容易，还要写程式嘛，那而且我觉得有人一起学习会，对啊，主要是那个场域了，对，主要是场域。所以我们最近在高雄开了一个，因为我们也没钱，所以高雄是有一个那个奥数，他们有个场地免费给我们，太好了啊。那我们美国有个朋友捐了30部电脑，那我们开始我们就在那边准备。这个月开幕了哈，准备就小朋友能够来学习，但小朋友来一定经过考试，有一定能力的我才让你来。OK， 然后另外我们的场地也可以开各种训练班，所以这个高雄一个，台中一个，这是跟一贯道合作，一贯道他们在读经，很多小朋友读经，然后我说来学程式语言啊，然后你可以把一些经书上做人的规矩，用程式语言来表达，也是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成立了，也是我们跟华硕捐了30部电脑，然后他有场地，他有人，我们培训他的人，然后就在那边。那他们暑假就开始要，就让很多小朋友上课。那客厅学长，我们当然有想法，这客厅学长也许我们可以弄得更多，因为就是课后孩子真正要学，你学过程式了。一个礼拜两个小时，你怎么够？所以一定得，就是他每天下了课他有地方去，礼拜六有地方去，然后会有老师在那边，因为有我们会把很多课程放在网络，然后由他上网去教。我们每一个课学堂不一定要有老师，有教练帮忙就行了。对，那真正学习他是上网，我们课程在网上，他去学习。所以这客厅学堂也是我们下个目标，希望能够多收。所以小孩进来，他只是有一个能力鉴别，但是不用付钱。不用付钱。OK， 就他只要鉴别他能力。了解，不用付钱。我们现在在考虑是不是收个500块一个月清洁费，类似这样，有可能，因为我们怕经营不下去。对啊，或者是就是来这边办训练课程的人付钱。对，所以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永续经营？对，因为才刚开始，所以就不算。那一贯道那边我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他们一贯道，对，他们不给他们收钱，不知道他们总是有办法。是，那现在就一贯道，他们觉得不错，在台中设一个，现在准备在台北要设一个，台南要设一个，我们会帮忙去找电脑来给他，所以这个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客厅处理班，是引起学校的注意，让学校老师能够参与，然后能够说，原来教程式语言这么简单。对。我跟很多老师讲，你有没有看过跳高的教练跳得比选手高了？没有必要，对不对？老师，你就开门就好了。对啊，那所以很多老师现在很勇敢，说我来当教练。我说你不要当老师，你绝对搞不过孩子，你当教练就好了。教练不一定比孩子厉害，所以我们这个是启蒙，然后让很多老师接触到，所以我们有1000多班啊，他们到处在教。然后客厅小学就是我们目标，我去那边教的目的是希望你变成客厅小学。我听到啊，然后客厅小学说啊，完了，这些孩子如果拔尖出来怎么办？有没有客厅小学可以去？这个是我们一路实磨。那现在我们劳教授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那这小学那国中怎么办？所以我们国中找了几个国中，八个国中，所以也是叫客厅国中。也不是，没有，当然他们的因为学校的课程太满了，不可能像小学这么。是啦，我们
国中采用篮球队的概念。是，你篮球队是课后你去训练嘛？嗯嗯嗯。啊，类似这样，就等于还是先从社团开始。对对对对，那就是篮球队的方式。嗯、然后他在一个学校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往行动学习，让别人他在一个学校教，别的学校同时在学。那就内容是 Python， 就不是 SQL。那 Python 的话，我们就是说，因为 Python 也有简单的积木嘛。对了。那我们就他们学过 Scratch 之后，就慢慢把积木，然后再带到 Python， 然后再进入文字的，就慢慢的就把积木拿掉，变成纯文字。嗯。那往后除了慢慢的，除了有创新之外，那就要开始去接受那种一般文字比赛的题目。就除了比对错之外，还要比速度。那目前我在这里做，只把国一做完。那基本上他们训练结果是初步的会，但是各个面向要全部包容到，还有一段路要走，就对了。了解了解，不过当然也不一定都是比赛嘛。他日常生活中能够帮他简化一些他自己常做的事，就我在学校的话，我就说有机会的话，把你们各科的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目老师可以扣过来，我们来谈一谈。说今天如果你要做到数据分析或做自动化，我 Python 可以什么？因为 Python 最厉害就做就对啊，资料科学。对对对，那生物啊、遗传分析那些，那现在我努力就是还是要用素养概念，把各科都混在一起。除了文科英文之外，文科那个像 Python 可以写字典，对啊，可以让学生一面学英文，一面用 Python 来帮他记英文。那接下来是物理化学，我最常讲的就是化学的滴定，对啊，那个就可以用回圈来写，没错。那生物的遗传分析，我们就用递回来解释。那目前我就是在国二、就是未来国二就准备要往这种 special topic 去。我觉得很好，就是越切身相关的。对对对，我们希望他学到的东西是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嗯，不是一个 knowledge 但是碰不到。对啊，对啊。我希望他不是 knowledge 要变成 tool。没错。对对对，那现在就是说我在国中推的理念是这样子。很棒，非常棒。所以主要我觉得程式语言是要拿来用。是。那拿来用的话，我们现在小朋友的要拿来用什么，就问题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像我们 PK 赛那种题，对啊，那就很是啊，啊，你拿来解决这环保的问题，解题很有趣，那一起玩又很有趣，我们主要这两个嘛，对啊，这首诗，对啊，你可以用程式写押韵啊，你怎么把这种诗的意境表达出来？对，这里都是有都是办法。就我们的 PK 赛朝着方向，因为有猫咪杯，猫咪杯是着重在技术，了解。那我们是永远是着重在创意，了解了解啊，就是因为创意。你有创意的，你要你个人完成不了，有别人可以帮你。没错没错。其实我们的台湾代工王国就这样，我们没有创意，可是你有，只要你有创意，我都能做得出来。那我们要的是台湾孩子将来是在创意这一块。对啊对 啊我们不要老是做代工。确实啊，因为你学特定的技术，那个技术可能会过期嘛。对对对。对，但是创意不会过期。那些创意完了，你用什么东西来做？对对 对。所以我们目标是这样，所以我们 PK 赛为什么都出那种题目都是有创意的题目。那比赛的时候是看他创意，他可能没完成，可是他的创意是比这个创意好，哦，比较活泼，非常好。那我们就选他赢，这个两个比赛很容易。了解。那所以这里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面临到瓶颈了，尤其是最近这个疫情，对，我的这个 sponsor 越来越难了。对啊，各个公益团体都是这样，越来越难。那但是我们发现客厅小学。我们这个，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 sponsor， 我们就不做。对，可这个不可以。我有听懂，对，那这个不可以。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它很便宜。嗯，我们在讲说，你只要一个孩子一个学期50块钱，我们就可以干到。对啊，对啊。所以就说，但是政府有没有这个钱？有啊。可是你怎么把这个钱导到这里来？这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那体制内要做很多事情也是很麻烦。很多是绑一个大学的 USR， 这是最近几年来最容易的。对。可是我们现在说，整个我们现在的85个学校是全台湾。我理解，我理解。所以我们就说，有没有一个政府的资源可以一起合作？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对。那我们来做很便宜，我们是公益团体。是啊，是啊。啊，很便宜。那如果说学校，我讲举个例子嘛，可能有更好的想法。科林小学对，跟我们签了合约，对，他可以来申请，一个孩子30块50块，对，政府就你因为你要做这个，
客厅小学，我们给你一个孩子30块50块、不要很多钱，对，一个学期30块，那只要跟我们去，那他算我们就所有的书都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编书是义务，也不用拿版权，对不对？印刷，我们印刷是人家不赚钱同意，我现在想办法去找纸不要钱的纸，就是他们的老板是郑龙啊，啊去想办法找纸，准备木纸，了解了，木纸。只有那印刷厂，不赚钱，不是免费，他不赚钱，收工本费啊。那我可能一本书就10几块了。是是是。那我们就要让培训老师，一个孩子50块，足足有余。我们培训老师，然后印书、编辑书什么东西，这样就可以一个学期让孩子做。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因为他的钱，就像现在，这个钱就不算很多了，变成100多万，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学期。现在有30000多的孩子，30块也可以，100万也可以。对啊，我们可以捐一点钱，没问题。我们不要说拿这个钱赚到钱，就是说学校象征性的。我理解啊，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在寻求，就是在来找寻求有什么方法。我们之前有看过蛮多这样的提案，然后大概一半都是走 USR 那一条路，就是他去找一个大学，那这个大学他有大学社会责任，大学社会责任本来就可以向教育部申请经费，那他的大学社会责任的目的就是让大学生，很多是学师范的，或者是他本身就是做像你们要融入各科嘛，这一个他可能是各科相关的，对。但这个我们的老师是学校老师，我理解啊，所以 USR 可能这个 USR 可能比较容易，社团 USR 一定可以，对。但即使是学校老师也可以啊，因为USR 它包含就是教材教法的开发嘛，所以如果他本来就是师范体系，或他是就是有就是教师相关的学程了，那我觉得还是算在 USR 的范围里面，就是他去支援所有需要这些就是特定课程的这个叫做什么素养融入教学嘛的培养。那他的大学生等于就是类似 trainer， 就是他先让这些大学生会这一套，然后这个大学生再去巡回跟各小学的老师跟他们的应该是教务处嘛合作，那去 transfer 他的这个能力过去，那里面需要的工本费算在 USR 的预算里面。那这个我记得之前有蛮多 USR 是这个形状。对，不瞒理事长讲，明天我要跟淡大的副校长见面，我就是要谈这件事。对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因为昨天我去开会，是那是教育部推动大学城市教育的研讨会，昨天在政大会有去。那现在我们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说，我们把大跨系让大一学城市语言之后，然后再用 USR 去认养他所在地学以致用。对，昨天我们就是去讨论这件事情。是。那明天我就是副校长，淡江要跟我讲，因为淡江目前在城市语言 USR 还没做到。对。大概政委讲的就是我明天要讲的事情。所以到这块就是说 USR 是一个好的方向。对，这是最合理的。USR 有合理的。我们这个有跟跟好几个大学。能不能讲一下？我本身是小学老师，退休。那我蛮了解整个 USR 的做法，对，其实它是很多孩子去大孩子去带小孩子，对啊。那现在我们理事长的理念比较想是把那个主导权放在学校，但我刚刚讲的是大孩子去带老师，带老师不是带小孩子。那如果是带老师，这个是我们已经足够。我觉得那个不是老，可能就像我们研习一样，带完之后可能老师没有后续的动作。如果后续他需要一些经费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各地小学，他有很多课程是要融入的，融入的部分呢，这你可以算在 USR 里啊，因为你 USR 有前侧后侧啊，跟对啊，说所谓的前侧后侧，对啊，那这样还是要跟，就是还是要跟那个。就教育部的钱给大学，然后大学 sponsor 两件事，一个是他们的大学生去 transfer， 一个是必须的这个教材、交通等等的费用，这两个都可以用 USR 报纸，这个我蛮确定没有问题。是教材我们已经编好了，对了，那你就 sponsor 印刷就是。大学生用我们在大学里面组一个社团，对啊，就是好像当教练的，对啊，然后他在。我们的学生学完之后，再用出去之后，而且那些大学生说不定对这些课本教材也有他的进一步的创意，他又可以把这个变得更好用。
但我们需要教材不断的不断的完善。对啊，那个也是 USR， 对，那个也在 USR 里。我知道啦，只是我觉得我们有用过 USR 了、因为现在的老师毕竟有些不是很理想，因为学校的大学生是很难掌握。我们训练很多大学生，我们那时候还不用 USR， 是我们训练了，跟学校合作训练完了以后，对，然后到 USR， 他就想他要去实习的时候，他有很多 qualification 要通过，那我们要去教这个都通过了，他说我没关系，你只要去教我付钱没关系，他们的时间都很难配合，因为我们这个是礼拜三，礼拜五他们都要上课，可是 USR 是算在正课的时间，对啊 ，USR 是我们学社团分数的。对，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大概跟可能你之前用的是服务学习，那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概念。再改的，我们一定要我再跟你讲，就看我们这个能做些什么。服务学习比较难，对，但是 USR 比较容易。我们搞到服务学习，哇，这个、服务学习不容易，这个我同意。我跟两位报告一下，理事长有这种，就是说根据我昨天去开会的结果，就是说现在教育部是要把大学的每个科系都要学程式，哪怕学 Scratch 都没关系。那学完之后要跟他自己科系，像资管、国文、历史都要跟他们结合。对，那这一块大学会推，那推完之后，我们顺势让里面，本来他们就喜欢参加社服的那些学生，我们再把他拉出来，用学校来组 USR 带他们。那租我们每个大学就那样的，就是自己在地经营，对。像中山大学就是高频，对啊，你太远就进去，对，你太远学生会反弹。那就是以我淡水的话，我准备做的就是北海，没错，对，就这样子。所以就是可能你找三四个大学就 cover 住了，对，我没有那么乐观，我是觉得我也没有很乐观，但是这个是比较有可能。我是觉得是说，怎么样给小学端是就是这个费用怎么拨到小？因为小学端的问题在哪里？小学的问题是硬体一大堆钱，对，课程没钱，就是你，因为他钱他的那种又有一两百万，不知道干嘛，要买这个设备，买那个设备，所以我们硬体的补助给小学是多的不得了，他们已经电脑还没用就要淘汰了，这个是一个真正我理解，我理解。所以如果把这些钱有一部分编到课程里面去，对，那这钱很少啊，我理解啊。如果能够有这样子让他们能够转变，或者说他本来的钱就有了，比如说一个学校说他我两三百万，他叫我弄一个什么那个黑板，弄那个什么，数位白板，数位白板，对，数位白板弄，我说你弄数位白板那个效果到底有多大？对，如果把那一说很贵的，那还要维修，还要干什么？那真有我说那你副老师中年会上这个，对，没钱，不然就是看不。部里面愿意说把，推一个案子，就是那个，就是用把程式语言的各科教学，各科领域的教学，然后联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比赛。我觉得小学老师，中小学老师都非常喜欢比赛。我们现在会办比赛，这是科丁小学，我们会85小学，我说老师的比赛，老师教材的。这个是，这个也是方法，就是说，我是觉得你 USR 这个是一个系统，对，可是倒不如说小学有没有什么这个机会？我这里有两件事，一个是说小学其实当时我们设计课纲的时候，没有说一定要小学开程式语言课，对对对，有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在小学阶段主要是大家玩，对，就是培养兴趣了。对，你开一个课的话，尤其如果一下子就要写 Python 的话，那很可能兴趣就没有了啊，就是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因为这是一个分散式的课纲，所以学校课发挥的重要性比起以前大很多。以前是教育部决定一切嘛，现在是学校的课发会决定大部分的事情。对，那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个做法就是去争取学校课发会的同意，把它常规化，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最棒的。对，那但是跟这个相辅相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教育部的部级的这个概念，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主要还是对校长去进行就是教材教法的分享。
好比像说像那个台南有办一个什么全台手学教育博览会，那就是去让所有就是让学生很成功的运用成设计的能力，好比像有些人是做那个什么疏洪啊，什么抽蓄发电啊，什么这些，反正就是水灾来不要淹水了，那他们用程式写一个他们自己的排水系统的模拟，哦，这个就非常棒。对，那所以它有一点点像中小学科展，但是也不是中小学科展，因为它比较不注重那种单一的解题，它是比较注重说我多能够融入我各科的教学，所以不是像我们当年什么应用科学科自己独立成科，而是说它怎么样进入像环境教育这里面。那所以校长这边如果他有一些免费的然后又很成熟的教材教法，那他说服他的科发会就变得很容易，因为就何乐而不为嘛，至少试试看嘛。对，那所以我们这边是可以降低大家的成本，但是校长自己还是要去决定，就他的科发会到底要开什么、怎么开等等。这个我们是很难说，你决定往这个方向，我们就给你多少钱。这个比较难，没有对价了。对，就是说，我们现在我看到最头痛的是什么？我们的补助也好，对，我们都看得到摸得到的。科学家，你的东西没动，没动。对了，可是这些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对了，对我们整个国家哈，对这些东西。的那意识都非常薄弱。你有试过那个群众募资吗？我们是没有去群众募资，我们是捐款，因为我们花了两三千万。对啊，都是捐款来的。我理解啊，但是我们没有对那个群众去募资，因为募资我不能给人家东西。没有关系啊，群众募资本来就只是最多你给纪念品就好了。对，所以就说我们也类似这样子的，就是说这本书哈，对啊，也是像群众募资这本书。这个对对对啊，这很好啊，证书方面路。我们现在是用这种方式在做了。对对对。但是这种方式做，今年碰到疫情就很麻烦。每个人都苦哈哈。对对对，但我想群众募资是说你放到网络的平台上。对，我还没让大家都可以线上的捐款。我们现在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以前是说我们靠几个朋友，靠什么，我们反正企业界这样的。但是现在企业界出问题了。我理解。那企业界大笔的。像这个募两千三千很花时间的，可企业一整给你50万100万，可是现在这个没了，对，每个企业都苦哈哈。对，我会想群众募资是因为教育部也好，或者是中央主管部会也好，他要编一个预算，或您刚刚讲编一个计划，不管是短期试点，或者是五年左右中长程。他还是要知道说民间对这件事情是等于社会通念是觉得应该做的，他才有这个政策的正当性。那群众募资有个好处就是说如果一下子就有好比方上万个不同的网友愿意捐钱，一下子就到上千万，那这样子的话至少相关的部会他也会承受压力，因为就会变成说民间这个上万人都觉得要做，为什么部会没有做，为什么是民间自己做。那最近的例子就是不是有人去那个纽约时报登了广告吗？说这个 WHO 这个台湾 can help 嘛，那这个就给外交部很大的压力，因为等于民间在做了外交部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后来外交部就花了很多资源去帮助民间的这组人。那所以这是有点像是采购，但是反向的，就是民间先证明说这件事情非常值得，那然后回来向政府要求说，那我这边缺必要的资源，那只有政府能够提供，那请政府提供。所以我觉得正当性的建立是很重要。今天来是这样说，我们其实民间已经在做到这样子。对啊，对啊，已经做到这样子了。然后当然，这非常好。就是说政府将来有什么资源，对，这样的群众募资，我们去研究一下，我们搞不好可以来做。对啊，但是说这整个系列这样，我们今天要透过你，就是让政府看见。我理解，我们民间已经做到这样，这真的非常好。而且你看，我们下一个目标科定学堂又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哈。那其实我这样做，我昨天在写一个序的时候，我写到我说，学孩子一个平淡的未来是我们的宗旨。然后快乐学习是我们的初心，你看还是快乐学习。然后小学老师跟家长成为教练，这是我们的手段，非常好。然后政府更积极的投入是我们的期待，没错没错。我想这四个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主流观念下，说我们觉得这些孩子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好。因为我从国外回来以后，先糟糕了，我们都是殖民地的。你看我台湾去哪里查 Google？ 对不对？你查 Google， 我要去订酒店 Book.com， 我要弄什么 Line， 我要传个网红 Facebook， 为什么是大赚钱的事我们都不做呢？
我们都是资讯的使用者，而不是平台或资讯的创造者。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方面的重视非常低。我是搞企业，我是从商人的角度来看。我要设工厂，买个土地，有设备，有技术，我贷得到款。今天一个小朋友，他们有技术，要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贷款，拿不到。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你看我在海南待过几年，我帮他们那个，我去当了创业导师。就告诉他们，帮他们选项目。哇，吓死，通通是，我去的时候，那个。电脑的网页砰通淘汰，就你要做 APP， 做 APP 拿各种东西，然后你就被我采纳了，那是海南的，还不是北京哦，采纳了，进类似这样的地方，三年不要钱，不要钱，然后挣五年，给你钱，那我那时候说，直接往来，我说开始你要跟他们上课，上什么？上会计课，资产负债表我看不懂，你就要创业，所以我们就有很多这种，就是人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政府的力量放很多，我们就没看他比较便宜的租金给你什么东西。我不是很赞成做 app， 这是我个人，因为我做 open web 做很久，那 web 大概不会因为就是厂商忽然像海南那些朋友写的，说不定这个 Google 一封锁华为，那他的 app 还能不能用，这个就不知道了。对，那我想说他们。App 叫有求于人呐、啊，做 App 还是有求于人嘛、啊。但是至少他们做 App， 你像美团呐、啊，对了，什么这些东西都、他们都跑出来、啊。理解啊，就是他们很多 App 会挂在微信里面啊，他就挂在微信的这个大平台下面就很多 application，所以他们做的东西都是，他在海南做的，我这个 App 放在微信是全，他们根本没有看世界，他就看全中国人用法，那市场够大。所以很多人做这些东西，他酒吧定位，连上酒吧的老师位置定位，然后经理怎么分成，什么，这些都做到这么细，就是说到酒吧去跟哪一个经理定，哪经理提成，然后那个经理就靠着 app， 然后客人上来订桌什么，你做非常生活非常细的一个东西，那平台它是有人做，他们平台像这个阿里巴巴啊什么，他们做大平台做，他们就让这些人有机会生存。我们台湾没有这个大平台，你要生存，你说跟你讲 APP Google 那个 Google Apple 一关你就没了。可是如果这个平台是你的嘛，那就不一样。所以现在微信就很厉害，它里面然后各种配付款，通通用 APP 那个微信的付款。所以很多 app 进去里面付款都不是问题，你都不用考虑付款的问题。那如果你一个网站，你不用考虑付款的问题的话，对你来讲就很简单。他们做 app 小游戏，也是做成 app 是小游戏，什么东西都是不对啊。像台湾现在玩的游戏，十个八个是大陆的手游，那时候都他们这样做出来的。所以就说有一个大平台让他们能够往上面挤东西，这个是。不晓得，我想他们用这种赚钱的比例已经很高，台湾用这种赚钱的比例还是比较低、没有百度，没有微信，没有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事实上我是觉得政府开始要考虑到我们台积电怎么起来，因为、台积电刚才投资谁投资啊，也没有人会贷款给他，和政府一出面就不一样，所以类似做平台，像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那个陈俊老师讲，他们也看到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教学平台、十年前就有了、到现在人家 Google Classroom 出来，这个出来说大家都用免费，这个台湾这个选举也就要死掉，这真的是很可惜，就是我们没有给这种机会，就让更多，因为就像我搞电子的，我搞电脑，那时候电多少资源，交通银行怎么贷款给你，什么什么贷款给你什么。因为银行你不能给他钱，银行怎么贷款给你？低利贷款，像那时候交通银行成立就是为了电子业的贷款出问题，那天没有记录、我们都刚创业，也没有背景啊，借不到钱、交通银行政府交通银行借，我们大部分很多我们这个资讯业都靠交通银行贷款这样起来，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网络银行类似这样说，我们专门来做这个。那政府也不一定要拿钱，政府做保证人就好。也不需要多少钱。不，其实现在中小企业信保，然后软体新创共同采购，这些是有的。对，就开始要让这些孩子们能够有机会。
那国发基金里现在有一块专门做这个，是是的。我们希望就是台湾能够在这一块，因为过去十年壮大的公司都是数据公司，我们还留在代工公司，我们现在最了不起的就是国台铭还是代工公司。那个台积电代工公司，就是创。不过新的话，像 Apple 啊、Google 也不是代工了，还是有一些年轻的公司。是，对，是我们希望，希望看到他们能够是能够壮大。那我们希望有更，因为前面只要有些人带入的话，这些小朋友就能够有机会。所以这带入的人还是要有。对啊，对啊，我想 Apple 主要是数据公司了，那 Google 主要是设计了。就是新一代的大概跟人比较近了，就不一定是代工的想法。对对对 对, 对，这个太好了。是，比如说游戏，我们希望有自己的游戏公司。对啊，对啊。然后对啊，本来有那个赤烛也是在这个全世界都卖的，当然后来有些政治上的原因。对，所以我反校那个团队。您在这里对政府在这里您的看法，可能会给政府比较多的这种想法。这个是我们着急。那我因为我是学硬体的。对。所以软体我是累，可是我没办法领导软体。理解理解，但是所以为什么选择国翔？最基本就最基本的把它弄好。是是是。所以我们的东西都好玩为主，都以好玩为主。所以就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这个众筹，众筹叫群创群的就群募了，群募在那边叫众筹是一样的。群募哈。群募我们可以考虑怎么？群募真的可以考虑，因为它主要不是为了那个钱，是为了那个正当性，就是你等于证明给政府说有上万人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那这样子的话，你在跟各级政府讨论的时候，等于你也是类似民意代表这样子的感觉。群募，群募有什么样有特殊的网站呢？有啊有啊，现在台湾就有几个比较大的，也有很多在上面是跟城市教育有关的，那我觉得这也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认识一些对这个很有兴趣的，他本来不知道你的人，那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就是把你的讯息做得更好。募的很辛苦，他也他有在群募吗？有。后来我们因为他，我跟他认识嘛，对，我看他募的比我辛苦。群募还是要想一个梗了，就是大家会因此就是很 passionate， 就是很有热情的一个梗。那不管你是订阅式的，订阅式就是每个月固定给你钱，那这是就是以前叫定期定额了，对。那但是定期定额是个别的人嘛，但是群募的定期定额的话，就大家都可以看到说，哎，现在这个组织每个月收多少钱，那你可以承诺说，如果再多少钱，我每个月到达这个量，那我就愿意再多做什么事情。我也有做的还不错的，对。你家老校长在，可是他也是募款募得很辛苦，对啊，但是他最近也是募款很辛苦，对啊，因为他们在总部，他在主要在坚持，还有南投嘛，是，他做得很辛苦，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比较大，因为我跟苏玉讲半天，我看他一直往垂直的方向做，理解，啊，就是偏乡，然后一直教，一直往上教嘛。我说这个东西累死了，因为你没有别人来教，你自己教，他老是那个团队在教很辛苦。我说我们让小学老师自己教，理解理解。啊，那我说那我们不往上走，我们就往上面走。哎，你们有那个电子发票的那个捐赠码吗？俗称爱心码。我们没有电子发票的，没有电子发票，就是捐电子发票给我们兑奖。啊，对对对对，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现在那个三倍券数位的部分，就那2000的回馈，我可以就是建入一个捐赠码啊，像5942140，那个就是做移工教育的，那我绑定的时候提这个，我刷了3000块，2000块就自动汇给他们，对，目前还没有，现在来不及了，好吧 ？OK， 就是可能对我有，也许你可以再提供给我们一点。我觉得 NPO 形态的话，就是要看各种各样捐的方法。但也许可以更，因为我们的方法很笨嘛，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靠我一张嘴，然后一个理解理解理解。但是如果有更创新的方法，对啊，错。但最重要，就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期待政府的资源。当然了，为什么呢？就说，如果我们敢，就是说。补助硬体的这种观念稍微改一改，改成有一些是课程，就是你怎么样软体部分让孩子能够学习到这个东西。有一部分钱，那个钱可能比硬体远比硬体少很多。我理解。你硬体买了以后，你花5000块买硬体，然后1000块
的预算是让你来教。我理解。那这样的话，学校的经费就可能比较好运用。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我理解。这样就将来在如果将来在编预算，也许在过程当中。也许你可以有了。目前有一些部会已经把资本门，就是进场门的这个比例已经突破了，像文化部，文化部就已经突破了。像我们看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啊，就是那个其实就算做前瞻基础建设。那以前绝对不会说拍这种东西叫做基础建设，但是他们后来就说服了大家，就是特别是主计总处说这种就是跟公共议题有关的，有公共利益的，而且它的过程是公开的，它让未来新的导演拍 4K 的影片都可以节省成本，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公共建设。嗯，对。那但是目前只有很个别的像文化部有做到这样子的重新解释。以我的理解，教育部尤其是国教国民学生署还没有做到这样子的解释。那只要他们那个署的主计没有这个解释，那其实小学当然不可能自己去突破会计原则。那这个我理解，我也会跟就是教育部在我这个办公室的同仁讨论一下，看有没有办法去把会计原则做一些突破。对，我们是希望就是说，那这个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格林学堂就是说能不能结合以前的DOC、DOC 对啊。DOC， 然后那个场地、那个设备，我们把软体放进去就行了，把这个让小朋友能够来，我们有教练在那边帮小朋友。啊、但是有些 DOC 它是用学校的场地，对啊，学校愿意开放。这个其实教育部这一部分其实经费还算蛮充足的，所以如果 DOC 就是不是只是做长者，而是能够做小孩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不许的部分了。只是说当时学校在提他的 DOC 执行计划的时候，他自己要想到，所以就会变成是还是要跟就是那个学校，尤其是因为那个学校还不一定知道在他的辖区里面有多少柯丁小学，可能你还是要先跟那个学校打声招呼，这样他们的 DOC 的计划才可以调整。尤其一般都在学校里面，学校很多，对，因为他是用大学来执行，他是科技部的钱嘛，对，大学在大学，所以对，对，我们现在是跟那个冯甲在谈这件事情啊，对啊，对啊，冯甲就是很好的，冯甲在谈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多管齐下了 ，USR 是最可能的，因为它是按照你们的 spec 来开。那其他的不管是做 DOC 等等，大概都是要你用现有的，然后去扩增一些它的服务的项目。对，那所以你这个帮我留一个 S 总能结合。我明天跟我们副校长谈，因为他知道现在我在外面弄这个，说就是城市设计要怎么做。我们把淡江的淡水附近的淡水附近，因为淡江什么不多，学生最多，哎、欸，没错，那科系又多，没错，所以根据教育部昨天的那个大学推动城市教育计划，对，它需要每个科系都能够跟城市结合，对啊，但是不就是你是什么系的就专门会，所以他们说就像有些文学院跟管理学院，他们都还是用 Squash。已经实行，我觉得 Squash 是对这些不是本科的人来讲比较容易。对，那当然比较友善。对，那因为淡江的系多，然后服务性社团也多，那能不能就是说我们改方向走上潮流？因为淡江的 USR 去年做最成功的就是跟淡水文史做结合。啊，是的，是的。那今年如果把那个文史那些小学也想把文史带进去，对啊对啊，那我们如果搭这个车子，我们用数位进学校的话，会对小孩更有兴趣啦。所以明天我是准备要跟我们副校长，那就是说学文史学淡水，那我们就用 Squash 来诠释，对啊，那淡水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战争，可能有个时间轴啊，或者是清水署记忆回来啊，清水署师爷的故事，对啊对啊，中法战争的故事，我们都可以把它融入。跟文史做结合这样子，这非常好、啊。对对对，那就是明天我要跟副校长谈，或者就是说，同时也增进大学生的城市能力。那很多大学生出来以后又要去考教甄的，那干脆他们也可以直接先进入小学职场，对他们将来的教甄的面向可能也会扩展。另外，他就是我们的教练班，他们开就好了嘛。
他们有机会可以开教练班、嗯、对，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大学就是说变成我们自己又你自己把训练教练有学科又有社团又可以两个结合之后再去做 USR， 因为学分他们有嘛，那他们又可以真的对他们自己本科系他能真的对这个面向很多，这个、可能还要好好规划。但是 USR 是做一个大学回馈社会的管道。嗯，对啊。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对，就这样。那我想这个您我就还好的，你要送我。对对。好，非常感谢。嗯，就是谢谢，就是至少让你看到，是是是，民间已经做到，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有机会的话。就是有任何机会我们可以参与的话、嗯、是那我嗯好谢谢啊可以啊今天的会还可以照合照吗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们这个录影也都会公布在网络上、哦、你们就之后任意的使用都可以、哦、这也是开放授权的、哦、嗯、啊、嗯、啊